登初上第三部18日上线，除了凶手真实身份备受关注，人物之间的恩怨情仇也是一大看点。当中罗宇农与苏清怡的互动格外掀起讨论，有网友看完后更直接到杨谨华的脸书留言，该网友直言第三部中的苏妈妈很讨厌，不重情也不懂得感恩，一心藏着怨恨。该网友认为苏清怡有罗宇农这样的好朋友是福气，忍不住附上一个翻白眼的表情符号，说到还怨他什么什么的。然而该网友也忍不住佩服杨谨华的演技，演到让人由爱到恨。对此，杨谨华先是附上六个笑到哭的表情符号，接着直言非常懂该网友的感受，表示苏妈妈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，这就是苏扭曲的性格。她坦言自己一开始也无法接受，但逐渐了解该角色后就同理了。最后，她也不忘感谢该网友的喜爱与支持。